參加呢一個香港賽馬會青少年記者培訓計劃啦。咁我係吳家軒。咁呢個咧喺新聞嘅工作概念裏面咧，就叫做 inverted 一個才子嘅記者。我唔希望大家做一個台前嘅記者啊。作為一個體育記者咧，梗係要搞下啲人物特徵啦，係咪啊 ？Commentator 同 presenter 有咩分別？好記性不如懶筆頭。呢句嘢咧好啱。係點解？因為人有一個嘅功能系統，就係只可以去到6至8。即係你唔好怕生存，面對困難嘅時候，你要諗方法。咁嗰下咧？在你那塊菲林路那裡就啱接了個光，就是你拍到的資訊不發達的時代，我已經將我的資訊放在我腦筋上。我看到後面那麼多後浪推著我，我真的要給心機。賽馬會青少年體育記者培訓計劃同大家網上直播第四屆全港運動會。不過第一線嘅係蘇芬卡拉 Melita 代表屯門嘅，第二次係陳家倩。第二屆就港運會冠軍啦。咁俾你嘅初賽時間再快少少，你對住呢個衝擊啦，42.195公里嘅時候咧，是 Hello， 歡迎大家收睇咧，就係第四屆嘅全港運動會五人足球嘅決賽日啊！I think for me in a way, if you look at the game, I think it's very系啊，最好啊以地波为主啊，咁啊控球在脚啊最紧要。头先你两位访问过我啦，系咪？咁但系我又想你大家认识下你。多谢指教，多谢收